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Very Cool 新品 Bayonetta。 这个贝姐呢，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款作品。 Bayonetta 出自于游戏当中猎天使魔女，想必大家应该都懂，我就不在这里多赘述了。接下来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这款 Bayonetta 的话，跟着五哥一起来感受一下 Bayonetta 整体的布局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把所有内容物取出来展示一下。好，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把武器。这四把枪虽然整体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但是中间的水晶颜色是不一样的，紫色、红色、青色、淡绿色。下方的链子是金属的材质。涂装方面大家就看一看吧。一对握持的手枪，白色的手套，一对持枪的手枪，贝姐的眼镜。镜框方面整体是一个黑色的，两边有分色涂装，镜片是一个透明的塑料材质。最后的两个配件大家记得一定要拿出来，在人偶盒子两边可以放在手臂上的。手臂配件的位置它是分左右的，卡子然后皮带这方面呢是朝右边，另一侧则是相反的。安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。这个就是贝姐的主体部分，首先看一看贝姐的头雕部分，嘴唇下面的痣也是有刻画的，耳环是一个独立的分件，两边都有。头雕面妆的方面呢，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上方整体塑形是一个焦发，然后后方是一个直发，这个直发的辫子如果再长一点就好。头雕方面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应该算是市面上最好的一款1:6贝姐了。眼镜涂装方面呢，刻画的还是挺细致的。 OK，离近了给大家看一眼，这是一个非正常距离拍摄的，我们正常看的角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。好，咱们继续往下看。贝姐的主体方面呢，跟大家说一声，它这个皮衣啊采用了五种皮革的材质。首先是衣服整体的这个黑色，它是用了一种哑光的这种皮面，人造皮革的这种材质，非常的紧，然后还有弹性的。两侧肩膀包括脚脖子的位置，咱们经常常见的这种皮革材质，这是两种。还有一种是白色的皮革部分，这个皮革部分呢是比较光滑的。腿部分两侧皮革的材质跟中间啊，包括身上这个皮革材质又是不一样的，你可以看到是比之前呢还要更亮一些的，这是第四种。然后最后一种呢，就是它的鞋部分，身上用了五种皮革的复合型材质。贝姐身子前方啊还有一个暗纹的设计，胸前的这个刻画也是有的。鞋底的部分，鞋底的后侧还有两个滑槽，这两个滑槽呢放手枪用的。这个位置呢一定要拿热风机吹一下这个枪，还有就是这个位置，如果说往下滑的话，有这个机瞄这个位置，它其实不是很好滑进去。当然啊，其实也是可以滑进去的，但是滑进去的话就比较困难。你像我的话就怎么弄呢，我的话直接一个滑轨的位置放进去，然后慢慢然后轻轻的给它放进去，看，直接就进去了，直接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轻轻的往下滑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点，一定要注意点，千万别用力，用力的话必断。就跟大家说一声，这个位置，我是过来人，相信五哥。身体前方有两个金属链，这个金属链大家可以看到，下方呢可能是多一些，这个多一些的这个位置了，就是为了方便你摆造型用的。人偶的后方，这都是合金的材质，站起来的时候这些链子都会自然的下垂。素体背部的细节，这个背节优美的曲线都刻画出来了。这款素体是 VC 开发的一个新的包胶素体，整体方面也都是非常的软。咱们先看一眼这款素体的可动性，还是比较紧，然后曲肘腰部分应该都是没问题的。腰部分 OK， 腰部分的可动也都是没问题的。屈膝的幅度，然后往后往后的幅度 OK， 素体的可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非常不错。而且你摆一些造型的话应该是比较漂亮。好，这款 VC 的贝尤尼塔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，至少比我之前啊要满意的多，毕竟它是一个新产品嘛。开箱之后我个人觉得，就是这个头发如果再长，再到这儿过了屁股这个位置，那就更好了。这就是我个人的觉得一个遗憾的地方。当然这个做的不可能100%像，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。接下来咱们把它组装上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款贝尤尼塔。
菲欧妮塔是动作游戏《猎天使魔女》系列的女主角，是一个超越数百年之后在现代苏醒的黑发魔女，可以使用强大无比的魔力，一直持续狩猎来自天界的天使，使用着四支装备的两对手枪进行战斗，与强大的魔兽签订了契约，可以将他们从地狱世界召唤出来啃食天使。这款游戏玩起来非常的爽快，谁玩过谁知道，并且贝姐性感火辣的身材更是俘获了不少男女老少的心。在这里首先我要感谢 Very Cool 能出这款贝欧尼塔，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女角色，当然人偶也是可以有加强的部分，比如有些细节不够还原游戏当中的样子，这一点是客观事实存在的，但是整体方面来讲绝对算是一款不错的贝姐，尤其是在组装完之后，如果你摆一些贝姐经典的造型，那绝对能让你赏心悦目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期视频其实最重要的是五个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注意的地方，比如高跟鞋后面滑轨的位置一定要小心安放，按照我之前说的方法还是比较好安装的，有条件的话最好先加热然后再安装。还有就是身体各个金属链的部分，因为都是用细线连接的，在你摆大幅度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。经过我拍摄和把玩的体验啊，还有一个位置握持手枪的手型，小拇指和无名指持枪的时候会有干涉，你会发现握不进去，如果你想握持紧致的话，你可以把小拇指和无名指之间划开，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不用划开。 Very Cool 这款贝姐采用了自己研发的包胶素体，身子的美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该有的都有，该鼓的也都很逼真。对了，屁股上方有两个勾，据说是美人勾，不过我洁身自好，保持单身很多年了，这一点实际真人后面什么样我是真不清楚啊，有懂的兄弟们一定要在评论区里面讲一讲。最后我个人说句心里话，这款贝欧尼塔和之前比较有性价比的爱丽丝，包括之前的红，我觉得都是 VC 做的比较成功的1:6可动人偶，希望 Very Cool 能把生产速度搞快点，毕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能给玩家带来更多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你会获取到更多有价值有深度的魔玩信息分享，感谢不吝啬你的点赞收藏评论和转发分享，我是五哥分享，我们下期精彩视频不见不散。